你是通过听上海话的歌词猜出来了，那礼尚往来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教我们一下你的家乡话？家乡话，嗯，啊，但比较难哎。听说了。对，你该不会是来自于温州的吧？温州呢就很特别，因为它每隔一个镇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新的方言，口音都不一样。对，都不一样。所以我想想教你们一句什么好呢？你是哪个镇的？你先跟我们讲。我是苍南县宁溪镇。你先说一句话，让我们猜一猜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不走这样，鬼点困。早上起来有点困。走这样，鬼点困。走啊，回家去。昨天晚上几点睡觉的？困就是睡觉。走这样，几点？走节就是昨天。昨天。走节安安就是晚上，昨天晚上几点睡的？哇哦，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很难。那这样好了，你为自己的新歌打一句广告，然后用你的家乡话来说。敏感这首歌好听呀。敏感这首歌好听呀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好懂哎。对对对，但是我们要因为敏感翻译过来就是敏感，敏感。好，那我们三个人一起跟着你的那个。敏感这首歌好听呀。敏感这首歌好听呀。